大家好啊，今天我又给大家来开箱好东西了。如果你最近对自己的工作、学业或者生活上有些困惑，再或者有难题需要解决，那今天这件东西或许可以帮到你。它就是贝塞斯达官方授权游研社引进出品的辐射塔罗牌。没想到吧，辐射系列之前出了那么多周边，又是合资可乐又是 BB 小子的，这一回又整了一套塔罗牌。不过仔细想想也挺合适，你说这废土世界危机四伏，变种人横行，土匪遍地，出门前拿这塔罗牌算算命，看看是不是个出门捡垃圾的好日子，很是合适。好了，俏皮话咱们就先说到这儿。这套塔罗牌是标准的78张卡牌，22张大阿尔卡纳和56张小阿尔卡纳都有，还附带一本讲解指南。作为一套辐射主题卡，每张卡面都是辐射里经典的角色和名场面，比如太阳卡就是我们的好伙伴狗肉，而正义卡是钻石城里的私家侦探瓦伦坦，其他卡也是完全贴合辐射世界观，从枪械环境到人物 NPC， 再到标志性的各种避难小子，玩过辐射系列的玩家肯定一眼就能认出来。而且这些卡面都经过重新设计，整体印刷也是全彩加做旧，精致的同时也很有废土气息。不过呢，这套牌最有意思的还是它的配套指南。这本配套的指南提供了所有卡面的详细解析，而且完全契合辐射的世界观。比如这张大阿尔卡纳的愚者，其实指代的就是辐射4的主角。如果是正位，说明你的命运和主角一样，需要坚定信念，探寻联邦的秘密，认真的捡垃圾，是认真的考虑自己的旅程目标。而逆位的情况就比较简单了，就是提醒你该多带点弹药和消夫宁再出门，不能仓促行事了。反正不管你是不是辐射的玩家，这本指南都可以让你轻松上手。目前这套牌已经上架会员购和游研社官方淘宝店，定价128元，现在只需要88元，而且还附赠一套精美的辐射主题贴纸，大家先到先得。最后我也来给大家算一卦吧，工作生活学业大家自己对号入座，我这不负责任的算，大家也得不负责任的对号入座啊。